伊出伫我身上，伊就是无甲我拍个八成十回，无甲我拍死。若是回来认死啊，你又袂阁怨唔着，甚至是替我讲话啊！哎呦，你叫我拍干，我当然嘛唔甘。无啊，我即摆咧甲你讲道理，你敢讲话啊？气啊！你是啥意思啊？阿伯，陈恩互人拍干，你一定有够可怜啊！你若是要讲道理，你去做业界人啊！ 啊，那你连陈恩伊当然嘛会无欢喜，刚刚你真正要靠陈恩互人拍死，你才要替伊讲话哦。我咧甲伊讲话，你点么啰嗦声啦？我著劝伊劝袂行，啊，你搁掠吵火来听，啊，会叫伊拍干擦什么长脚长手啊，是甲你拢无关系是无？哈，你代志母了无够大条，你袂人袂爽就对啦。我是替陈恩不平。你人会爽，你是当然替伊不平，啥物件？ 啊！无，你陈恩，你不要紧，你家己嘛小姐，你会崩溃。我看你这有影真啊死机死底啊，唔惊受罪，甲你疼啊咧！你迄个你连分分分等咧涂骹去用青菜打青菜去用尿拢茫紧就对啦。刚刚我甲伊是朋友，我来甲关心一下拢袂用啊。哦，你若有法当吼，罔甲己的良心，啊讲出一句话吼，啊我后头都偏啊罔个，甲这句话听入去。好阿爸。 你莫搞，你对阿豪讲话啊！拄则我这边介绍枪拍死的时阵，小黄替我动落来，替我甲伊赶走，佮替我叫救护车的。你至少嘛甲伊细节多谢。喂，啊，这客人害你叫伊拍到安尼啊！你佮伊拍到青山路皮来，你是你，你着正个头来叫伊拍到公家，就你阿豪甲细多谢哦，哈。啊，好，要甲细多谢。阿洪多谢，多谢你呢哈。啊，我这陈恩哦不是假，啊，这麻烦你去叫你人去也干事。 吼、哦，用心良苦，啊，若像你这欠家的查某人吼，你做我的新妇嘛，伤拍算啦。你另请高明啦，我给你拜托，我给你多谢，安尼会使袂？哈、啊，爸，免，你唔免甲恁爸讲啊，愈讲伊愈超工啊，我去外口行行的，等恁两个讲好事才入来。 看我啦，要甲你讲话啦。你甲这个阿芳啊，啊恁这位置这个关系，别人在么卡床头在么讲东讲西，你拢袂见笑哦，啊？我是讲老师，我咧感觉真见笑先，我是可笑啦。玲玲，啊有学历，我甲你妈甲你生个遮壮哉。 嘿，若要成功，靠家己总是有机会啊！啊，你又爱去靠查某人，哈、啊！真正是小平，即摆是即个阿芳，啊，你为什么要助阵，家己你安尼何必靠咧你？我拢是为着要互你感觉过好日子。赵克，你是要叫我别人对你好处啦？要他妈家己骗家己啦？对，我就是想要为阿芳身上得到荣华富贵，我绝对袂放弃。 因为我想袂到，别人会挽回，这个变成我成功的机会。这个机会只是啦，会给我第二届啊，所以我绝对袂放弃的。这个机会哦，会毁灭掉别人的家庭。这个机会哦，毁灭掉你家己啦。从此以后，你啥物拢无。我挽袂到啥物拢无啊，最后啥物拢无，甲我放弃。 我原本得到的物件，我先无干。自从我是赛科小平，就互我了解到社会现实。要伫这个社会生存落来，就是要有钱，要有势。即摆阿宏是我的牌，是我翻身的机会，我绝对袂当失去伊。